这是魔后的东西吗？不记得了，一个破盒子而已，丢了就丢了，何必捡回来？是吗？那等你记得了再告诉你。对了，我劝你以后不要再到处乱跑。怎么？你认识？未知，我拿你当朋友。 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回不去以前的模样了，对吧？你，所以他现在爱的是我。无论你说什么，做什么都没有用。你们之间波澜壮阔的故事都已经过去了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对我丈夫有所企图。你给我听好。 没有任何人可以分开我。来人，把这个异域女子送到北方边境，她要去找她的丈夫。是。